陈嘉兰，你干嘛？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能干什么？我就是来送个红包而已。你骗谁呢？哎，你干嘛？我给我前男友送个红包，你管得着吗？管得着呀，你红包给我就行了啊。 陈嘉兰，你松开我！陈嘉兰，松开！我就来送个红包而已，我已经放下了，我真心祝福他们。不是你骗谁呢？哎，你别推我啊你！你赶紧放开我！看来又一位新人好事将近，今天是双喜临门。 还不走！陈小姐是吧？今天我妹妹大婚，如果你是来祝贺她的，我欢迎；如果你要是来闹事儿的，后果你未必承担得起。下面有请新娘发表爱情宣言。干嘛？放手！ 放手！你猪队友吧！神经病！你要是把陈可欣拦在门外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？我至于被别人当成神经病吗？丢死人了！知道自己丢人就行了。平时冒冒失失的一个渡人也就算了，在婚礼上也出洋相。你懂什么呀？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！再说了，你不过是我好朋友老婆的好朋友，又不是我的朋友，你凭什么来教训我？不可理喻。 刚才谢谢你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武吉荣的好朋友何正玉，不巧还是个律师。我劝你离吉荣远一点，否则的话我会找上你的，明白吗？你单身吗？这活你没白来呀。 黄金单身律师 ，nice， 挺配，一个比一个能装。